系指基隆区岁末祝福，金藏演艺发害一位年轻身影，23岁的高新美是今年受证的幼儿园老师，就读慈大时感受到慈济精神，毕业后参加培训，更了解慈济法脉宗门，然后更了解慈济人文教育，希望我们老师带给学生的东西。平时忙于警务工作的人民保姆，因为感受到慈济志工的关怀，今年第一次参与演艺。看别人在表演，都好像很轻松，排演啊、预演，还是感受到我们慈济师兄师姐大家真的很辛苦。队伍中有一群穿橘黄色制服的搜救人员，时常深入灾区现场，心情难免受影响。参与演艺，安定身心。其实在现场也是看到蛮多比较特殊的画面，是借由这个活动，其实可以来让自己内心相对的沉静。另一区慈济志工纪孝如投入骨髓捐赠超过17年，劝髓也捐髓，参与岁末祝福多年，今年特别认真。不管在开车，或者是在办公室，或者是在家里，我都尽量的听，因为比较不容易背起来，所以要熟悉这样的内容。2700多人参与演绎，透过行动让法入心，实践在生活中。大新闻黄希言、郭嘉旭台北报道。